这场是 AL 对阵 SOC 战队。好，这边的女巫的一个出生点位是在这月亮门这边的废墟。开局这里脸上是一个佣兵，还有一个大副啊。这套阵容求职者选出来的话，是带了一个大副，也是现在不太常见了，之前还是比较常见的。找到机械师了，那这里看一下是偷袭一刀还是寄生，直接寄生，寄生封一个口子。你这边过来必须吃一刀，无论是原生还是寄生。这样的话，这个走位原生要先给一刀啊。这个情况原生给一刀，然后女巫放狗咬住的话，可以原生补第二刀，那么这样有可能会多出一个信徒来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女巫的一个走位和他的一个排位啊，就是排他的一个信徒的一个位置啊，该如何来排。他这边信徒刚才一波反走，那么可以快速的拉近寄生与这个机械师的一个距离，然后这边过去板子处等到抽一刀，直接寄生一刀打掉啊，这个就是刚才那波反走啊，就直接可以把这个寄生拉过来。好，这边再寄生一手，管住一台遗产机，打一刀佣兵，我的老天，这一下求生者难打了，意味着这个佣兵可能不会来救，让大副来救。大副离得倒是不远，女巫这边选择挂在一张中间比较空旷的椅子，相对来说视野比较开阔，比较好守啊。挂在中间虽然说是一台遗产机，但是对于女巫来说其实无所谓，我这边信徒多，对吧，我大不了就是拉一个信徒在这边附近防守就好了。通缉到的是一个调香师，看一下电机知道大副在哪里了，直接放狗子咬大副。这边因为大副提前摇了怀表啊，大副提前摇了怀表，哎，还是咬住了。这边是在这个地方等着你，打一刀，打是打中了，但打中的是机械师，这边可能还再补一刀，两刀没有能打出一个双倒，还算可以接受吧。对于求职者来说，这边寄生一手大副，但是这个时间点对于求职者来说，他们的电机就很难开掉了，只有调香师一个人开掉这台电机。然后这里佣兵跑过来，可能是找调香师要摸，因为需要把佣兵摸满以后救下一波。这边机械师倒地，我们看结石娃在修大房的电机，看看修了多少。哎，这边是大房的电机已经点掉啊，机械师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，在团队当中，即使自己倒地了，外面一台电机已经亮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救生电机还没亮的，机械师电机已经亮了。那么娃娃如果说能够再帮忙补给一下，摸个人或者修一点电机，对于整个团队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！因为这把其实求职者想要赢已经可能性很小很小了，除非屠夫出现重大失误，但是想要平呢，如果把这个状态补好，可能还有一线机会啊，还有一线机会，就看屠夫这边给不给机会了。因为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 SE 的红夫人，他的一个控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机械师应该是没有人救了。来，找到这边的大副，再寄生一手大副。穷人这边这一轮没有去救机械师，然后把这个信徒全部清掉，也是做的非常的到位了。那么这里就看女巫中期的一个节奏了，因为已经寄生到大副，他这边可能会把这个娃娃先处理掉，省得你们把这个机械师的遥控器捡起来，然后再来找人，应该是要处理这个大副，然后挂上大副。那么看看他边这条狗会不会放，因为女巫这条本体的狗是非常厉害的，是隐身的，看不见的啊。这边还是交了只狗咬住，那么这边应该是原生拉过来啊，他应该是原生拉过来打的，这样的话会多一个寄生。好，原生击倒以后挂上，我们看电机。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会往中场挂会很好，因为中场那边大门，然后包括这里的一个人皇，还有这那个四合院啊，都是遗产。但是这边是选择就近挂，然后通过放狗来干扰，咬住佣兵。怎么说？要提前先打一刀佣兵，在中途打一刀佣兵，然后你过来到脸上以后，我再打你一刀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佣兵必然吃一个两刀，然后佣兵会倒地。无论你救不救得下大副，你们的一个这个节奏都不够啊，因为现在外面有两台机，除非调香师这台机是一个大遗产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台机修掉以后，调香师还需要再补一台，但是感觉差的有点多，好吧？因为这里佣兵待会儿会倒，佣兵这手搏命交掉。
看一下能不能扛一刀，扛一刀要需要这边的大副再溜很久的一个时间，但是真的很难，因为大副两块怀表都交掉，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个能力，而且这边是一个怀表大副，就是那个薄命大副啊，以前这个天赋被称为怀表啊，就是薄命大副，薄命大副的话他六鬼的能力也很弱，这边过来两个人都倒了，我这边先寄生你调香，寄生完调香以后甚至可能切一手失常，看一下果然一手失常一切好，断了求生者所有的念想，整体上来说这把女巫的一个节奏是顺风顺水啊，求生者已经是应对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女巫的一个控场包括她的一个节奏感太好了，就是每一个点都掐在自己的点上面，不给求生者一丝机会，这边再控场最后一台电击管住以后，这把求生者应该是很难跑了，一个都跑不了啊，这边还骗一手香水打一刀，再打一刀，来这里。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人会想，为什么不管这个佣兵呢？其实这个佣兵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管，因为佣兵带着一个寄生的。我这里只要管住这个大副，然后管住这个调香啊，然后跟着你们就好了。一个佣兵交掉自摸的，对吧？我守住台电机，你只要开不了电机，你这个佣兵在外面晃吧，慢慢晃。道具也已经用完了，两个人道具都用完了。真的是没有一点点机会啊，一丝机会没有，完全不放过。这手失常也是切掉了求生者所有的念想，真的一点都不给机会。好，这边两个信徒包夹过来，那么这一场应该是打到这边差不多了。调香师还有手自摸，看一下调香师能不能起来，能不能再尝试去找找机会啊。虽然说这个可能性约等于零啊，约等于零。好，这边女巫先去看地窖，好像，哎，市场把那电机踩踩干净，哎呦，踩的一丝都不剩。好的，那么恭喜一下 AL 完成一个四杀啊，这个女巫确实打得非常的好。